那不是我的重点啊！我不要必杀技，我不要五颗星的那招。其实我应该出去把它改掉。我先回地图。哦，放弃。我现在的问题是我装一个没屁用的五星，这个应该是不要装才对。干，不能取消吗？啊！干！干！我不想要我不想要我的五星自招，我不想要五星啊！原来要重来啊！啊！我剩六块钱，最终要多少钱啊？哦 ，Tracer， 这就是追踪弹啊，六块，啊四块，然后这是扩散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你几本钱用掉一次充能？干，你讲话他妈的真他妈简单呢，我真佩服你耶。那很简单啊，那子弹打过来的时候，你闪开不就好了？我最喜欢这句话，这句答案。左边是换武器嘛，右边是换那个。所以，看傻小，他那个左下角一直跳，还有好烦。可是他不一定会打我要他打的东西，好麻烦啊！不对，我应该先进气球关掉。我应该先进气球关，再去试那个成就。哎呀！看了一眼聊天室，我就被撞了。我要抓一下电力成本的部分。干没屁用啊！干追踪弹打气球是我讲的吗？啊，有一点用。干！你在火车来才爆！
后放。他打爆一个气球，直接变长，所以你没算好就会拿脸吃气球。哎，不行！干，对哦。没有，我现在练习一直切。他现在只有一个问题，我要找个地方把气放掉。啊，干，玩错气了。没有吧，没有吧。玩的时候到了，现在打就知道，这样就知道他没有判定区了。追踪弹的也是 shot 是不一样的吗？对，追踪弹，我先试一个哈。追踪弹，你只需要什么？给你打，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干，这杀小。好，的确是不一样。呀吼！那大招呢？五级大招是都一样吗？大小寒冰护体，冰装铁寒冰屏障。哎呦，看才能起哦。啊！从我背后出现。先不要打他，等下一班车来。哎，干！好，开轰！干，太晚啦，同学，车要来啦。刚看 OBS 的画面，觉得 OBS 的画面好干净啊，因为我应该坐远一点。
教师可以看得更广泛一点。好，鸡巴耶，他吹什么气球？干走啊！趁这段动画，赶快把车跑完。妈要崩溃！我现在要求只有我必须抓好什么时候进那个凌霄飞车的时间而已。哎。啊，还是要再进。奇怪，气不够吗？ April is surely brewing. You're up. 我可以看后面背景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王的血量。我不知道王的血量大概打了多少，其实这个可能到后来要有概念。不浪费钱买金钟蛋。三血企鹅，为什么四只？企鹅一直以来都是四只吗？哦，哦，我没死。Oh my god！ 干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，楚爹？我想说，干，我被那个推下去，我他妈都死定了。企鹅，买个屁追踪弹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小丑地痞，So all your battles and all my rights, you have failed and punished.
你已经死了86次了，主爹。